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本该一月份就上映的《冰与火》却因为没有过审的原因推迟了很久，而具体哪天定的呢？现在仍然是一个未知数，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对于这部剧的期待，甚至一些相关演员的花絮采访呢，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最近《冰与火》里边的女主赵昭仪在采访中风险在片场的去世，而且呢还专门提到了王一博爱吃零食，特别爱吃糖，这是让大家没想到啊。虽然知道一博很喜欢吃糖，但是在之前的街舞三里面呢，或者是机场一些其他的场合也能经常见到，可没想到居然能够在片场还会抢演员们的零食，抢他们的糖，甚至很多粉丝表示，怪不得他叫王甜甜，原来是从内到外的糖分超标。王一博《冰与火》片场抢零食，粉丝终于知道他为什么叫王甜甜了。毕竟现在很少有男孩子喜欢吃糖的，还是时不时就能够遇见的那种，所以才会那么多人的喜欢。真实不做作，不因外界而改变自己，最重要的是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到一个年轻人该有的样子，直率坦诚，保持清醒，知世故而不世故。尽管现在是坐拥千万的流量，但是他还是不骄不躁，谦卑有礼，喜欢便去尝试，热爱就做到极致，滑板几乎成为耐心学习新的动作。而对于摩托车，他也毫不吝啬地去表达自己的喜爱，对于街舞呢，他也是细抠每个动作，对于喜欢的东西，他也会认真地去钻研，即使会跌倒会擦伤，即使自己是个艺人，仿佛在说喜欢就要做到极致，不断进取充实我。他是歌手，是舞者，但是他不至于此，职业的摩托车手，是演员，是主持人，说他是全能艺人可能会有些夸张，毕竟有些地方呢他还是不是那么成熟，有些领域他甚至还未涉足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真的很优秀，并未止步于一个领域而沾沾自喜，他在不断的学习技能，让自己真正的成为一个酷盖。饮水思源，不忘感恩，对于疼爱他的亲兄弟，他也会说，韩哥总说长生由父，像这样在长辈身边的机会对我来说十分珍贵。对于陪伴过他的剧组，他也会说，感谢这个夏天你们的陪伴。对于喜欢他的人，他会说，我希望所有喜欢我的人都能够幸福平平安安的过好这一辈子。他的话或许不多，但是每一句都会觉得真实，真实坦率不虚伪。面对主持人的采访，他会直接说，是你们不懂，无语。有些人认为他情商低不会说话，但是我觉得他只是不愿意奉承，不愿意和别人。对于私生的骚扰行为，他会表达自己的不满，愤怒呢也毫不遮掩。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，有时候会让生活变得轻松不少。当我们觉得别人说话尖酸刻薄的时候，就应该反省是不是自己过于圆滑虚荣呢？或许他不完美，但是他的美好不容身上的光，这就是吸引我们的地方。敢想敢拼，不断去，需要保持无感，最好的回击。不管是酷盖还是甜姐姐，放在心尖上的人，好的话还是不干呢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当然是都爱呀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